Hello， 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你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何家豪创作频道，我是何家豪。首先呢，为了要配合这次的影片主题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房间的氛围换一下，那就是要好了，就是这样吧，这样会比较有感觉吧。你们都知道2019年已经开始了，已经过了几天了。对于我来说，2018年是一个很快很快过的一年。在这一年里面呢，我经历过很开心的事情，也经历过低潮，也看到许多不同的人事物，也经历过许多不同的事情。个人是觉得自己是成长了，比较多的算是在思想方面吧。有些事情想通了，有些事情想开了。比如说，对于某件事，我们不需要再去纠结；对于某一个人，我们不用再去想念。这次的影片呢，我就想自己来回顾一下2018年值得回顾的一些回忆，那也用影片来记录这一切。首先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薛之谦的演唱会门票。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，就有说这个薛之谦的演唱会会在马来西亚进行。在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特别的留意，去追踪，去关注那些所有有关薛之谦的消息，比如说微博啊，比如说面子书那种薛之谦非官方的粉丝专页等等的，由于他们几时公开售票。我就这样等到六月份的时候吧，就有一个官方的消息，在吉隆坡举行薛之谦摩天大楼的演唱会消息了。那个时候是还没公开售票的了，那么就到了差不多十月份的时候，有消息说在哪里哪里会公开售票。当我一知道几时几时卖票的时候，我就到处去询问那些朋友，看他们有没有买过演唱会的票。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买过演唱会，没有看过任何一场演唱会的。然后我就一直打听，找到了以前工作上的朋友，他就问他朋友，也就是朋友的朋友，帮我买到了这个票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件2018年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吧，因为薛之谦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。这个演唱会呢，就会在今年2月16日在吉隆坡开唱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在2018年8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就去参加了香蕉娱乐练习生的这个海选。这个海选呢，是在吉隆坡市中心那边的一个商场举办的了。去到现场呢，我就坐在一旁一直等了。商场的大厅中间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柜台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工作人员安排好那些东西之后，我们这些参赛者呢就要开始排队了。我呢是已经在网络上就是填了表格，已经报名了。当天呢，我就记得是有300位、3000位都有吧。到了你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给你一个贴纸。那这个贴纸呢，你就可以粘在你的衣服上面了。过后需要等到10点早上，吃了早餐过后呢，所有人就开始集合，跟着那个你有的偏好，然后顺着去排队的。就看到很多来参加海选的这些朋友，我也没有跟他们交到朋友了。在那边练歌啊，在弹吉他的也有，在那边清唱也有，有些人还大声唱。随着那个时间慢慢越来越接近，一个个进去了嘛，这个心情也是慢慢变得越来越紧张。然后我当时参加的这个海选算是第一回合，它就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内进行选人吧，然后第二回合才会上到一个更大的舞台。这个舞台呢
我一来到的时候就看到了，就真的是非常壮观的一个画面。如果你站上去唱歌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了。排着排着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被叫进去，然后在我面前是坐着两位音乐导师的。当那个导师叫我清唱一首歌的时候，唱的时候声音抖，还要越唱越小声，然后越唱越走音，越唱越没有调的那种。在我面前的那两位导师就说了一声谢谢，然后我就转身自己走了。那身上的贴纸呢也是被工作人员拿掉了。你如果晋级到下一个回合的话，你的那个贴纸是不用被工作人员拿掉的。我就等着看他们第二回合的这个海选了。所以站在那个舞台上面的人算是都非常厉害吧。就这样算是一整天，我就待在那个地方看着他们选人，不到十个人成功有机会飞到上海去进行他们专业的这个培训了。这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我需要培养更多的自信了，培养自己的信心了。相信有一天我也有机会站在那么大的一个舞台上表现自己。接下来第三件事情呢，我想讲的就是这件事有点恐怖吧，有点意外，有点疯狂。我竟然睡着了，但是醒不过来。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做工的时候了，就到了这个休息时间，然后我就吃完午餐，我就选择去睡觉。睡醒起来呢，我整个人是非常累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眼睛的视线也是没有那么清晰。当时我起过身来呢，前面就有几位同事就问我，你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吗？他们就告诉我，我睡着觉，然后醒不过来。我还一直流口水，还是吐白沫了。醒来过后，就有一个同事跟一个警察推着一个轮椅，轮椅就推到我的面前。当时我的思绪算是迷迷糊糊吧，同事把我扶到这个轮椅上，推着我出去，就上我家人的车上了。这一次的经历呢，非常的惊险，我也是学会了要珍惜生命，活在当下，珍惜你现在眼前的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事物。到现在我的身体状况算是没有什么大碍的了。那个时候的我还住了一天的医院，第一次住院。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2018年的9月发生的，我开始做 YouTube 了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做 YouTube 了，9月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就做更多属于这种面对镜头说话的这一系列影片了。一开始我就学会了怎么剪影片了，这些知识呢，大多数都是很容易在 YouTube 上找到的。之外呢，我还培养了一个东西，应该就是叫耐心吧。耐心方面的话，就是说有一个影片开始我就剪接字幕进去了。我一开始剪接字幕进去的时候呢，我是非常没有耐心的。可是呢，我知道观众们呢，如果是有字幕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喜欢看一个有字幕的一个影片。过了两部影片，这样我才慢慢习惯剪辑字幕的这个耐心。除了字幕之外呢，我也是学会了怎么制造一个比较有氛围的一个影片吧。因为有时候的影片会曝光啊，要怎么处理啊，有时候太多噪音啊，需要怎么处理之类的。拍 YouTube 的话，我应该会一直拍下去吧，因为呢，我的爱好其中一个也是拍影片。最后一件值得回顾2018年的事情呢，就是哒啦，我收到了一份圣诞节礼物。这个圣诞节礼物就是这一把吉他了。这一把吉他就是我的大姐送我的。对于这一个吉他呢，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的啦。所以我以后的创作即将会有伴奏了，就请大家尽情期待。刚刚讲的就是五件值得回顾2018年所发生的事情了。不过对于经历过低潮的我觉得吧，
之所以你经历过低潮，所以未来你才会造就更好的自己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莫忘初心，活在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你们想要持续关注我的话，可以订阅这个 YouTube 频道，或者是搜寻面子书专业和佳豪创作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，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